今年17岁，然后系喺2008年开始练太极。之前有2004年开始练武术，之前系练紧长拳嗰一类。2008年开始练太极。因为太极拳入面有柔中带刚，而且好有节奏感，会好强啲，有慢有快，可以控制到成个人。包括练咗太极之后，喺生活上都会可以控制得自己好啲，心态啦，好多嘢都会控制得好啲。最重要是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不要放弃，就会做得最好了。